每个女仔的屋企梗系会有几对丝袜傍身啦，但系大家又知唔知，原来好多品牌的丝袜包装上面的美腿，原来都是出自同一个人噶。丝袜包装上面的那对美腿啊，梗系重要啦。皆因可以为生产商的生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啊。就好似我咁，每一个女仔买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着咗呢一对丝袜咧，可以变到好似呢一个 model 嘅腿咁，又长又直。所以不少老板都愿意俾钱请 model 为呢一啲产品影靓相噶。就好似呢一个叫燕板英 Sakura 嘅腿毛，身高175嘅佢就系呢一个日本牌子嘅专用 model 啦。所有呢一个牌子嘅美腿相，全部都系出自于佢噶。Sakura 已经同呢一个厂商合作咗长达13年啦，而且佢更加喺自己嘅个人社交网站度分享嘅美腿照，甚至仲多过佢个样啊！真系睇得出佢好热爱自己嘅工作，难怪佢有美腿专家、日本首屈一指的美腿等等的称号。 Sakura 更加经营了一个叫美脚的秘诀的个人 blog，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美腿心得。